好，刚刚呢，一首快的，然后我就接了一首哈，这首歌叫做《唯一》，大家呢就是我演奏的唯一哈的唯一。那等一下呢，会跟大家报告一些重要重大的事情啊。等一下呢，等这个在三四首歌之后呢，我来跟大家说明啊一件重要的事情，好，再跟大家呢告知一下。那今天呢讲的话比较少哈，所以大家专心听歌。哎，欢迎呢跳舞的老师啊，这对我来说呢非常重要的老师啊，在这边呢也跟我一起做公益的这个舞蹈啊，他们都是呢自己来的啊，自己发自内心来这边做这个公益跳舞啊，顺便呢把这个舞步这个地板难跳，但是呢你学会跳之后呢，在正常的地板呢你就可以跳得更棒啊。接下来呢我来分享两首歌啊，两首歌之后呢，我就来换个乐器了哈，我就来换个乐器，来分享一首呢，大家一定听过的歌曲《女人花》，谢谢。
Thank you.
很怕谁啊？